11月6日，昆凌咨询站在微博晒出一张小周周的照片，并配文称：“好久不见的后脑勺出现了。”照片中的哈斯韦穿着大衣，扎着两个小辫子，露出小后脑勺，看起来十分可爱。网友评论道：“确认过后脑勺，是我们哈斯韦宝贝。一木，好想你啊！妹妹的两个小啾啾好可爱，好奇是谁扎的，貌似好喜欢这个发型。爱你，宝贝，哈斯韦妹妹，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。”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